各位介绍下面这辆商品。前面的车型呢是二代进站，然后呢这个车主今天换装的商品呢，来为各位说明一下，就是章鱼的六代黑管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认证管的一个系列。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支呢是整支全部喷黑碳纤维的护片，然后呢前后白铁的一个材质，然后有经过了这个认证的一个设定。我们看一下哈，它这个上面有一个认证的编号，可以看到它有环保署的一个合格的排气管。所以呢顾名思义的呢，合格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小直通合格或是什么大直通合格，那唯一只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回压哦，它就是属于认证。那我们所谓的认证呢，就是呢在应该这样说，就是认证的话这一种款式，当厂商送这个图面图案给这个环保局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呢包含里面的隔板的一个构造图面外形，甚至连里面的隔板的构造等等呢都会做图面给这个我们的环保单位。然后呢所以呢它的里面所有的构造呢必须按照这个规范下去做，所以呢基本上它一定是很小声，不可能有大声又合格的哈，那除非可能是自己私底下乱来的。那基本上只要是合格管，那一定都是很小声。那合格管呢基本上呢都是我们原厂建议都是直接对应原厂钢在专用的哈，大家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如果你自己拿去做其他的改钢车使用的是个人的行为，那基本上呢都是建议你使用原厂钢的一个部分。那像这客人呢之前换那个独角兽 Monocross 的，在他年轻的时候，那暌违了那么多年，他又来找麦克叔叔换了一支章鱼的认证管哦，然后呢外形的部分呢就是中规中矩哦，一般来说合格管的外形都不会太招摇了，但除非是插管式的。那其实呢现在蛮多人很喜欢很低调的一个部分，那包含像排气管出口的部分哦都是在水平以下，都还是有它认证的一个条件在里面哦。然后呢碳纤维的一个防烫盖，然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那我特别在此说明一下哈，因为刚在安装排气管，新的排气管发动的时候呢，难免都会有一些白烟，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来发动，然后我们再讲补充第二个说明的一点哈，因为它是在机台上面，所以呢这个是会震动的，所以那个震动的声音大家请忽略它。那想象一下哈，在室内。然后呢这个又是原厂车情况之下其实它声音是非常小声的。那我现在的照相那个摄影机呢距离排气管大概应该有一公尺左右的前方45度角左右的这个地方，这个也是麦克叔叔一贯喜欢拍影片的角度。那你可以评量一下每一个排气管的角度，它听起来的声音的做一个比较哦，它现在有白烟出来，哦，那个铁片的撞击声是那个机台的声音，怠速的话就比较没有一点点而已，哦，它是非常安静。它白烟呢是因为呢第一个新的排气管，第二个我在这个免费帮客人换装这个排气管垫片的时候，我有加了抹一点黄油在里面哦，所以会有这个白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你可能再骑个3-5分钟之后就没有。好，那在这个排气管安装同时呢，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尽量我们选择小声一点的排气管哦，不要影响到别人，保护别人，保护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这个很棒的一个选择。那基本上呢，我们尽量都是选认证管哦，然后希望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那无论是章鱼的认证管，或是黄蜂认证管，或是猴子的认证管，麦克仓库这些精品呢都有做一个销售，谢谢大家。